被告蔡某违反杀人未遂等案件，经检察官侦查终结，任被告涉犯杀人未遂以及违反保护令罪，予以提起公诉。那检察官认为被告手段残忍，犯后又态度不佳，否认犯行，具体求刑应执行有期徒刑12年。另外，辩护人虽辩称被告有罹患忧郁症，然经检察官调查，被告的精神状况良好，而且案发当时的识别能力与常人无异，认为被告此部分所辩不足采信。